我到三公站了，神户我只来过一次，然后那时候太晚来了，所以去北野艺人馆的时候就是都没有看到店家开。那这次呢比较早一点，我一定要去那边逛一逛。那在这之前我想先去吃饭。我要来吃这间，这间叫彩呆命。这间从外面看起来真的很不像一间牛排店，比较像那个法郎，但它是卖神户牛的，好多奖牌。我点了这个神户牛雪花肉牛排，160g。第一道菜，它上面呢是用牛奶做的这个泡泡，然后呢旁边的话都是用蘑菇的浓汤。但我真的吃得完吗？160g。可以。这边只有一个人在服务我，哎，好棒哦。第二个是沙拉 A5 神户雪花牛臀肉，耶、然后160g 的。这边这个是柚子醋，然后这个是盐盐，然后这是他刚刚烤了很久的蔬菜。蔬菜有那个洋葱，还有那个佛手瓜，南瓜，佛手瓜长得像这样子哦，是像这样，是可以张开吗？好，真的好像一个手哦。嗯，它这个皮刮掉了，皮没刮掉的话，它是绿色，是油滑那种感觉，更好看。佛手瓜本人，敲门它。就我看你切那么久，我又忘记录影，忘记按那个录影键。那已经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哇，好香的感觉，好好吃的感觉。好了，有按住了哈，有按住。哇，生活啊！这其实是我录第二次，我刚刚忘记按录影键，好蠢。超软，很软嘞。好好吃，跟那个日火鸡饭就是很相近，很相近。因为我不喜欢吃很硬的肉，然后会有就是嚼很久的肉。这个行，这个不会嚼。真的超软。他饭后还有一个红茶，但是我已经喝了一半了，才想到要拍照。那边有个人在看着你们。到北野艺人馆街前呢，会先经过这里，这里叫做生田神社。那他可以祈求恋爱啊，或是健康等等。他的守水社长这样子。
个753呢，就是孩子3岁、5岁跟7岁的时候的每年的11月15号来神社参拜。那也是卖御守的地方。这个神社小小的，但是长得好漂亮，我很喜欢。现在都可以直接用手机抽钱了，科技带来改变。在本店后面还有这个小鸟居。这里也可以水占卜，我之前在贵船城是有玩过，抽到熊的那个。然后它的水占卜是那个一开始进来的阴门那边买这样子。我好喜欢这个阴门哦，超漂亮的门。有限定珠印耶，怎么那么漂亮？这真的会让人想要收集耶，太漂亮了吧！然后这是一般的珠印。好，我要去北野艺人馆街了。然后每次来神社，都要控制我的手不能买那个玉手，他们日本的玉手真是太可爱了。是要走到北野艺人馆的路上，这附近的建筑真的很漂亮，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真的很舒服哎。那旁边都有很多小店，这一间是一间餐厅哦，哇！这里真的超漂亮，如果喜欢欧风然后悠闲步调的人，应该会喜欢这个地方。尤其是下午这个时间，就是有阳光然后洒下来漫步的感觉。这间是星巴克哦，好可爱啊，天哪，北野物语馆，物语是故事的意思。这间星巴克太有质感了吧，我喜欢哎。一间的是都是不同风格，那边还有一间超酷的。这是它的一些建筑物的名称。哇，不可思议的领事馆啊，里面就是这样，可以这样子拍照。可是我对这个还好，所以我就没打算进去。然后这里面也是要付钱的。这一栋长这样子，那台车是这里的公车，超漂亮的。这一栋叫做莱茵之馆。那这间其实是可以免费进去参观的。
继续往高的地方前进。刚刚那个莱茵之馆啊，说不能商业用途的拍摄，我就不放那里面的影片了。如果要参观的话，可以自己来免费参观哦。这个是封建机馆，为德国传统风格的建筑，有着红砖外墙的特色，屋顶耸立的风向机用来测量风向，也有保护建筑物的意识。屋子里头展示了客厅、餐厅、卧室等等。那附近都有这种人偶。前面这一栋叫做蒙皇馆，它的外形是有点淡绿色的颜色，很漂亮。这个是三手八番馆，然后本日是修馆的，长这样。这边一直上来都要爬坡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喘。这是鱼鳞之家啊，我可能拍不到，如果没进去的话。鱼鳞之馆长这样子，真的蛮像鱼鳞的。然后刚刚没有开的这个三手八番馆，然后这个都没开，它是长这样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可爱的蝴蝶结。我原本要进去里面的，结果他刚跟我说到4点而已，因为我在上去三手八番馆那边前，我问他，他说到5点，结果他可能听错或怎样，跟我说到5点，所以我就不能进去了。好啦，其实也不错，可以省钱，不然那一进去我应该喷个4000-5000日币，因为那里面可以自己做香水，自己挑香水，然后是。印象中好像3000多日币的样子，所以当作省钱了。我要来继续走下去，回那个一开始的地方。这是英国馆，然后再走过去，这边是洋馆藏屋。它这边啊，每一间进去都是必须要付门票的。然后这栋叫做贝恩的家，我买了这个1400日币，三馆。来进去参观。哇，里面长得好漂亮啊！这是放酒的地方，酒吧。天哪，好喜欢这种东西。觉得超漂亮的，这种生活就是我完全不会经历过的生活。他这边可以换他的衣服跟帽子。英国馆为英国人设计的典型殖民地建筑，展示着17世纪到19世纪的用具。一楼可以看到放满了1000多瓶酒的英式酒吧，二楼则有设
伦敦的夏洛克·福尔摩斯的房间，馆内还有提供免费的福尔摩斯衣服可以穿着参观哦。这里是二楼，哇，这是睡觉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床太绿了，宫廷风。那是第二间洋馆藏屋，哇，不一样的装潢风格哎，好漂亮啊！其实我觉得这些的里面参观还蛮值得的，因为很像一间一间的样品屋 IKEA 的感觉，而且都是参观我们平常不会看到的东西。洋馆藏屋由两栋左右对称的洋房组成的建筑，以前为出租给外国人的公寓，现在展示了一些艺术风格的作品。下一间是有点像纸的感觉，哇，哦，他那边写可以坐在那边拍照，哇，小恐龙。第三间贝恩的家，はい、ようこそ。はい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被打了三个洞了。哦，这间是动物风格哦。哇，收藏家哎。最后一间贝恩之家。展示着当代很少能近距离观赏到的稀有动物标本。三间都逛完啦。嗨，猫，我要走回去三公站了，然后神户港那边看一下。三公站，回到了三公站了，走路去。现在正在沿着一条路走，然后
会走到百货公司跟神户塔、神户港那边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神户港塔，哎，好漂亮。它是一个漏斗状的形状，哇，近看的样子。